得不说，很多人都想出生在明星、成功人士家中，因为物质生活充裕，下半辈子无忧无虑。据悉，汪峰有三个女儿，可是一个女儿一个妈。大女儿小苹果由葛慧杰所生，二女儿汪景怡由康作如所生，小女儿醒醒由其现任妻子章子怡所生。不得不说，三个女儿有着同一个父亲，却有着不同的命运。在前段时间，汪峰做客鲁豫的访谈节目，并说到自己的三个女儿，汪峰的大女儿小苹果与继母章子怡相处得十分融洽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她也算是个幸福的小姑娘。汪峰的二女儿汪景怡更悲催，随母亲康作如生活，汪峰也只有在闲下来的时候才会抽点时间去看她，所以汪峰始终对这个女儿怀有愧疚。最幸福的就是章子怡所生的醒醒了，从小生活在温馨有爱的家庭中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，